哇！看了啊，看了啊。这个水垢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怎么刷都刷不干净。如果你家瓷砖缝隙总是刷不干净，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，那么你一定要试试这个马桶浴室清洁剂，直接喷在残垢发霉的地方，等待溶解完脏东西再简单刷一刷，用水冲干净就可以了。关键是除菌率高于 99.9%， 用完整个卫生间干净又清香。大夏天卫生间爱残垢发霉还有异味的赶紧冲。